未来是我再来人间来推动，这就是我的心愿。遗憾没有，心愿永远是无穷的。1995年，因为制作点灯节目而与圣严师父结下了师徒之缘。一年以后的另外一个节目《不一样的声音》，则开启了我替师父拍摄海外行脚的难得经验。如今，他的身影更是延续了这份不可思议的因缘。济南是山东的省会，是山东省政治、文化、经济、金融、教育中心。众所皆知的《老残游记》一书中，被形容为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的，就是济南了。2002年，我的随师行脚也来到了济南。这一年，圣严师父将偶然得到的阿处佛手无条件地送回给山东神通寺的四门塔。这应该是2002年海峡两岸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因此当年送佛手回家便是他的声音节目一定要回首的故事了。四门塔佛头还乡啊，它改变了你的一生，给你牵引到这个佛界里，是不是？改变了我，不就等于改变了你？对。他们是林峰与贺顺顺夫妻。林峰是曾在90年代初以拍摄《8000里路云和月》而闻名两岸的台湾艺人，他的妻子贺顺顺则是一名舞蹈家。当我决定重新回到山东神通寺的四门塔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祖籍山东的林峰以及贺顺顺夫妇。我邀请了他们两位当节目的引言人。天是蓝的。师父是哪一年来的？2002年的12月21号，迎佛头回乡的时候，师父就踏着这个台阶缓缓地走上去的。隋炀帝大业七年，也就是西元611年，阿处佛佛像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神通寺的四门塔建成。西元1961年，大陆国务院公布四门塔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过就在西元1997年，阿处佛手在一夕之间竟然被盗埋了，留下的竟是一条令人触目惊心的砍痕。这件事震惊了全中国。身为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的所长刘凤军，他的感受最深了。当时就像流着鲜血一样，因为这个佛像我太熟了，跟进行佛像艺术研究也是我的专业之一。他就在四门塔很近，经常去看，当时非常痛心。痛心的是，这多少年来保存完好无缺，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丢失了。刘凤军教授的话确实令人感慨。当时四门塔东面的阿处佛，市场估计价值约有150万美元。因此，在大陆开放、文物盗卖风气至盛难遏之下，阿处佛手就被盗，而且被卖到了海外。没想到因缘际会，这尊佛手又被台湾文物收藏家自海外收回，并且捐赠给法鼓山。当圣严师父得知有千年古佛佛手来到寺中，就立刻指示相关人员查看这尊古佛的佛手究竟出自何处，这尊佛身究竟是否依然存在。如果能将此尊佛手回到原处，让古佛像恢复旧观，不仅是佛教无私无我精神的阐扬，更要比将佛手留在法鼓山更有意义。3月的差不多中下旬的时候，果照法师跟这一个鹿野苑的主任吴文成开车到我们学校来，那时候我记得我在行政大楼的主任秘书的办公室，
当然最重要就是谈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佛陀的事件啊。那时候这个温成先生就把这个图片打开来啊，那图片打开来说，我们一看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啊。原因是这个四门塔呢，之前有准备要去，我们去大陆的参访这个寺庙的点呢，都有事先做行前报告。行前报告做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把四门塔的这一个呢，四尊佛呢，这一个的档案资料呢，都有整理在行前报告，所以我们有那个印象，所以我们一打开看的时候呢，就很清楚。在林宝瑶教授的几经推敲与比对之后，他的直觉是山东神通寺四门塔的阿处佛。林教授几次前往四门塔，可是都因为因缘不具足而无法亲自考证，于是最后决定礼聘山东大学美术考古所所长刘凤军教授担当这一份起疑决断的重大工作。因为我当时是印象当中，白白的这种白茶五十多厘米要放到一起的这种巧合不是很大，特别是在3月15号给我寄了一部分照片之后，我一看更确定了，心中感觉到95%的就是。后来这个师傅呢发出邀请函让我去鉴定。刘凤军教授来到台湾和师傅见面了，当天林宝瑶教授也在场。为了确认此一佛手就是四门塔的阿处佛手，师傅还问了刘教授有什么根据呢？刘教授特别分享了他和师傅之间这段记忆深刻的对话。我说法师，我们是来给你请人的，我们四门塔这件佛是我们的请人，我们自己没看好丢失了。佛头像呢，这不流落到报道那儿，报道这边来，您老人也手中了他，我只要一见到他，我就能认定他，因为是我们的亲人，我对他太熟了。当时我记忆犹新，别人还好多人都在那听着，包括我的学生刘继文，别人都在那记录。那个师傅高兴的，把杯子一放，好，刘教授说是他的亲人。和师傅见过一次面之后，第二天一早，刘教授又来到了中山精舍，进行最后的鉴定工作。就在这里，刘教授对圣严师傅礼敬佛手的过程记得一清二楚。更让他惊讶的是，圣严师傅居然轻松自在地告诉他，佛手从哪来，就应该回到哪里去。师傅进行五体投地大礼啊，我看师傅那么高龄，那个礼拜是那么灵活轻巧，我当时是目睹了。礼佛礼完了之后，回来之后回头照着我，在他后面把我拉到那个佛像跟前去，说刘教授你看好了，是你们的佛像。我说师傅我看好了，就是我们的1997年丢失那个佛像的佛头像，就是那东壁的阿处佛。我说老人家你看看，我带的这块石头就是雕刻他的石头，这个石头以前都不知道，我说这是个铁证，这是个血统，我没法改变的。佛手的归程就这么决定了。2002年12月17日，师父亲自护送阿处佛手回四门塔。从1300多年的时光一路走来，法相庄严的阿处佛手出离佛身，虽然漂洋过海的来到了台湾，可是在圣严师父的无私促成下，这尊流转于尘世的佛手终于抵达了四门塔。我记得佛手回归的那些日子里，不管是在飞机上还是飞机到了济南国际机场，下飞机的时候，本来我们是给圣严法师安排了一辆轿车，他执意要和佛手在一起，搭乘的我们一个货车，一个小货车，很简陋的一个小货车，这样我也陪着他坐在那个车里。当时师傅和周局长，都在一起，周局长扶着他，还有
还有另外的一位法师，那个法师我见过，是圣严法师见到我第一句话，所以我非常感动，说刘教授，我说把他送回来，我就给你送回来了。打开，请，慢慢。这个下面这个刚才就别动了。对，不动。圣严师父一行护送着阿处佛来到了交接仪式的会场，所有秩序在佛陀进入会场后全部瓦解。在场守候多时的一大群媒体记者全都一窝蜂地围住了装有佛手的箱子。圣严法师及其法鼓山基金会，我们济南人对这种善举应该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请圣严法师致辞。对我来讲，我非常欢喜啊，终于找到了他是什么地方来的。因此呢，我是一个佛教徒，我当时看到佛像呢，这个成了一个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好像我的一个头被砍掉了一样，而且我自己啊也是一个读书人，对于文物的重视也是呢非常的注意的。那我到印度、到中国大陆以及到全世界去许多的地方呢，我们看到了这些被破坏了的这些文物啊，我都觉得很心痛。这是我们祖先呢所留下来的一些智慧的遗产，而我们后代的子孙不孝就把它破坏了。所以我呢希望是抛砖引玉，把这张佛像啊再捐回到四门塔来。佛手在师父的护送下终于回到了四门塔，与神通寺完成了捐赠的仪式之后，众多专家们要用四天的时间来进行修复。对于担任四门塔修复工作的技术人员来说，他们又是怎么来看待这一个重大的任务呢？我是搞施工的啊，是时间我是搞技术的安装参与这个安装佛头，我心里非常激动。是不是佛头十天的手工，大家中华儿孙里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大师又不远万里把它送回济南来，我们表示感情非常荣幸，而且让他回归到他身手合一呢，是更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事情。是，这时候心情非常激动。当时，当初我们所里接了这个任务以后哈，我就是一直在琢磨。就这个事儿我们怎么修。嗯，其实中国这个在中国古代佛教造像里面的它就两种，有一种是手身是一体的，还有就是身子是一体，你通过脖子以后啊，在脖子上呢整个开个口，完了这个手呢是有个毛插上的，包括手还有它插上的。那么就是我看基于这种方式，我就当时想想我们能不能就是给它里面整一些上下连接一些不锈钢的钢筋，是啊，通过打眼，而且先把这个佛手呢就把这钢筋插上，完了吧，在这脖上面再打个眼，一灌矿石一灌，这个它就能保证它不会错位。在技术人员的修护之下，2002年12月21日，这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回到佛身的佛头终于修护完成，佛像在开光之后，延续它1300多年面对人间的慈眉俯视，继续向人间说法。这个有意义的，是。
见摩多罗多罗跋阇耶帝摩诃跋阇耶帝阿帝尼尼是苏阿拉三万四阿拉天之佛天阿拉耶出家心之一摩罗是舍利子第二次摩尼古日观南无阿处佛陀成就东方净土隋朝建师门塔净化娑婆世界开虽然还同时一尊阿处佛像头像是头像佛身是佛身完璧同一了还是原来那尊佛像但意义已经原本不是以前那尊佛像了有一次就我几个朋友去看这个人感叹哟现在保存不是太好六角兽如果是有点什么问题怎么办我说不会了我说这个佛像不是几年前的佛像我说谁也没有敢动它的了因为有圣严法师的圣灵在里头保护着它所以那就是说的呢那就多了它的一层意义了今天重新回到师门塔再度看到阿处佛的慈悲微笑仿佛也看到师父的身影常住于此尤其感受到师父恢弘的气度这个故事必然将会永远传颂下去圣严法师把佛手送回原点的这样一个义举这样一个盛世无论是在两岸的佛教史上还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上特别是两岸的文化交流史上是一段佳话是一段令人永远难忘的一件善事那师父是把这一个佛陀呢当作一个生命来处理啊，当然它是一件文物但是文物的东西是因为佛陀所以它有个宗教层的一种生命我们今天来听看最后的仪式做了这件事情才告一个了结也是说把这个最大的这个心灵环保的心愿呐、啊建设人间净土的这个生命呐、啊、能量点呐、啊、达到最圆满性师父做这一个最后完整的这个构成啊里面啊事实是两岸来说是一个宗教文化交流里面的一个最完整的新的里程碑踏出因为这个之前没有嘛啊换句话说之后两岸的宗教怎么样的话呢在那一次就山东地区来讲呢它其实是再造一次呢生机的啊新的一个宗教文化生命在一般世俗人的眼里古佛陀可能是价值非凡的古物是精致高贵的艺术品可是圣严师父说过佛法是不卖钱的佛手是无价的没错尤其在这乱世之中此一无价之宝的失而复得更加凸显了人心的纯净无邪是多么的重要师父恰好就以崇高的智慧具体实现了佛法的无价为什么有人呢愿意希望来犯着法来切道做这种事有的人说饥寒其道心其实不一定我的父母就是穷贫穷而且是赤贫是佃农我的父母没有犯法而且教我们呢教得很好那就是观念的也就是道德的观念的问题因此这个观念我们就是心灵啊大陆啊是非常重视啊文物和佛教和宗教啊是并行的那由于这一点呢我相信我们大陆的同胞渐渐在精神上面呢也会啊提升那犯罪率会降低说希望啊世界永远没有犯罪的人
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减少是可能的。那我今天呢，我这个又把佛陀送回到石门塔来的愿望就在这一点。此行再度回到山东的济南，我不仅再次咀嚼了一件宝物重回故里的动人故事，再次看到了阿初佛所绽放的微笑，也重新感受到师父所开示过的，在这次事件的背后，其实心灵环保才是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师父说，往后只有加强民众保护古迹的意识，培养两岸民众对宗教的认识，甚至以宗教信仰作为行为的道德规范，这才是促使古文物能够永远保存在人世间的正确方法。谢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阿斗，他的身影下周见。2005年，健康已然亮起红灯的师父浑然忘我地加快了脚步，为法古人文讲座前进大陆，继续在中国大陆由北至南的四所高等学府里传播心灵环保的种子。有160个年度，他的心脚没有疲倦的时候，他的日记没有计划退休。风啊风，我知道你比小风还要快，雨啊雨，我知道你比梅尔还可靠，请你告诉他，一定要告诉他，我们都记得了他的叮咛。